上的 Cora 里，今天呢，我要来比较这两款唇颊彩 ，KMake 最新出的唇颊胶草莓红色，然后呢 ，Visa 的 RD One。KMake 的试用在手上呢，感觉蛮快可以推开的，质感很丝滑。Visa 的试用在手上的话呢，感觉是颜色比较浓，然后比较不好推一点。不过这两款颜色很像。先用 KMake 的涂在脸颊上，用点的，然后再把它抹开，感觉很快就融合于肌肤的肤色。接着用 Visa 的在另外一个脸颊， Visa 的比较需要用点的，因为比较不好推，颜色比较浓。这两款比较起来呢，我觉得 KMake 的比较融合于肌肤，而且比较好推开。然后 Visa 的颜色是比较浓，然后呢比较不好推，比较黏黏的感觉。